严重烧伤口渴以后，一定要含盐类的或是有一些平衡的这种液体，切记喝一些白开水或白水，它主要是水里边有渗透压，它的渗透压，如果你要喝白水的话，会造成病人的这种体液分布的低渗，这种低渗状态下，它会造成，尤其孩子烫伤面积大一点，它会造成脑水肿，脑水肿的原因它会造成压迫，引起呼吸心跳停止，大人它会增加体液的外渗，低渗状态，而且并加重病人休克和胃肠道的负担，所以呢，我们原则上这种口渴一定要给这种有质量的含盐的水分，但是量还得循序渐进，不能够一个劲儿的喝，或是不控制量的情况下，这是不行的。